真的很奇怪，一直做影片消费 TOYD，很好笑吗？啊，毕竟啦，我还是很爱台湾这个地方啊，所以我不想犯法，因为裸奔呢在台湾是犯法的，所以我们今天来要穿着内裤跑，这样就不能抓我了吧？不能抓我了吧？不能把我赶回去香港了吧？闻到了哈！啊！干你娘！